当地地检署国内金青人飞过向山培养一级支点，长期投资伫咧金青人的技艺训练。伫正是伫地检署将优良的作品集中展示，以火凤凰生命的季节来作为主题，希望学习技艺的受训人个金青人会当重新站起来，以生命的季节重新出发，对着社会做出有意思的贡献。火凤凰生命奇迹金星人技艺成果展开幕典礼由家己地检署检察长罗英乾主持，为了让金星人在干受训人在干技艺获得一技之长，适应社会生活，让因将来伫社会会当重新站起来。家己地检署甲台湾金星保护会家己分会、家己感觉、家己看守所等机关团体，长期投资伫金星人的技艺训练不遗余力。现在终于获得丰富的成果，在监狱里头大概都可以习得一技之长，那么这些一技之长啊，那么对我们社会对更生来讲可以说都是受用无穷，所以也因为他们有一技之长，他们建立了自我的信心，也给社会啊不同的观感，那么这些啊是两蒙其利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啊我真的是要借这个机会对我们教化尽心尽力的所有的各界人士，以及对我们更生人，他很勇敢的去面对他的未来，这个我要表示我个人非常赞叹、非常崇敬的敬佩之意，谢谢。在检察署展出的是欧风乡村彩绘、阿辉创意、书法、石雕等作品，内容丰富多元。金星人的书法作品体悟人生的真谛，铅笔点墨严谨。石雕作品生动自然，是金星朋友吴中玉先生的精心创作。家己地检署以火凤凰生命奇迹为题，希望学得受用的技艺，会当让受刑金星人重新站起来，生命奇迹重新出发，对社会做出有助益的贡献。新闻新闻，蔡美彤家己市采访报道。